好，开始。我凑那么近是因为我在自己看。那你的手套戴两只有 OK 吗？都很紧，我刚就在说，我戴了左右都戴了。停在车站里面吗？有可能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嗯，我是看不到，所以只能问你。黑黑的、啊。我就看不到啊。我、哦、糊糊的，看不清楚。
屁股屁股。全开动哎、欸！真的哦，难怪我觉得很冷。但是你要怎么弄？你要把布拉下来吗？我的帽子去哪了？去后面了。哇，这样子哦。有了有了。我觉得这样有好一点。这样有吗？我觉得额头很冷，然后一直压帽子，我都没有用。压帽子没用啊，你要把。里面帽子拉出来，然后我看一下我的鼻子，有了 ，OK 了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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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好吗？明天如果大人一开，我们就不要滑了。嗯，就慢慢的收行李。赞成啊！啊，所以明天要故意八点半查的再决定。对啊。也不用故意，我们收完行李就轮流抬过去清车子什么什么的，也绝对超过八点半的。所以还是七点四十开吗？对对对，就维持原样，本来就会晚到。这里面都有就是 FSP 去，哎，特地交日了吗？有道理，那晚晚晚晚离开来这里是这样。那他就那个啊，就这样。他的那个营业时间是到四点，很 OK 啊。很 OK 啊。我又两点多吃也 OK 的。嗯，很有道理。我们更早到啊，就要看他出关多久。他是一点半就到，他早到就叫就叫那个来载、啊，叫旅馆接他。对啊，他就在旅馆等我们就好了。好冷哦、喔，好冷哦、喔。我本来有想说，要不要写信跟旅馆讲说，我们是认得的，不可以让我们房间在附近。有差吧？有差吧？有啊，因为可能你不会去找他，我会去找他，要走来走去很麻烦。如果不是，算了，你要怎么办？怎样？谁先到谁先叫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也不知道他订到的是什么房。哦，你说房型根本不一样。像我们竟然是三间，这里是三间合适的唯一101、102、103。绝对不错。一开始还觉得101不好，因为我怕他又把我们放在最后面，很烦。对吧？每次我们都去弄，近也选不好，远也选不好，最远段不好啊。这次我还蛮满意的。对，我也很满意啊，因为很近，去哪里都很近，柜台很近，去洗澡也很近，最近的了，里面房间里面最近，很好。我就是在思考。我其实这间旅馆，我就是唯一就是网路跟要熬到那完成洗澡比较讨厌。开网路能弄好，我对这家没有什么怨言。我去查看另外一间温泉是什么。对，还有对，还有温泉，我喜欢泡一下，虽然说脚还是没有好。这家你满意吗？不错啊。对啊，哦，你是因为有什么温泉宿什么优惠，不然你还含早餐才一个人300多，很便宜。原来可能是28什么，还是27什么，我忘了啦。什么28？我是说没有早餐的状态下。哦，那我们就要每天吃面包啊。泡面。不要。就已经很不健康了，而且今天为了把酱吃完还要买生菜。
我想过，还是明天早上吃。但早上我都吃得蛮饱。明天中午，但是都缺考了。你要带着真的带着进口生菜，那要不要进口个两包？其实你生菜放车上的话，明天离开前才去买啊，放车上就跟冷冻差不多。如果暖气没有开很大的话，日期是一样的、啊，今天晚上日期一样。我是说，像今天晚上买到，像明天早上买到。日期，现在日期大概有四五天。上次那天一买好像买到26号到期。总之买个两包生菜，然后你这样带着这样啊，你就基本上不吃了，因为基本上其实是很好。对啊，我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把酱拿去那边拌拉面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自己偷偷摸摸的把酱拿出来，拌拉面应该不错。再买辣油。往下拍一拍，最右那边啊？你要 check in 吗？手机怎样？手套怎样？我感应不到了啦。我现在都是用，你可以用音量扭拍啊。我有音量扭拍的功能。有吧？好像现在基本配备都这样。很想吃吗？然后按一下就有了。有吗？反正现在没有感觉到风，还可以。我真糟糕，我刚应该出来前再尿个尿的。现在觉得有微微的感觉。要停了。我的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是想要请你看它到底有什么。你这样子是开始录的感觉。我觉得是关掉。如果是嘚是关机。那你可以帮我拍一张吗？拍哪边？对啊，约喝酒没错。SD 错误。换吧。我想说你一直都不帮我看，然后一直只是重复操作，都不愿意看一下原因。那现在又好了，帮你录，有了。你到底它现在 K 数是什么？K 数正常啦，我开的路就是对的。它的 SD 错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这样。有三哦。好。好。好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要不要？不要了。大概就只有今天滑这个了。你安全帽没扣哎。是啊。那你要这一次再练习一下下一次路吗？好啊。
好了好了，滑滑滑。好啊，
我估计已经没办法让你眼镜起雾了，太冷了。说他是老了，他说现在叫怕冷，怕冷。嗯，他说要穿羽绒的时候，我说穿什么羽绒？他说怕冷。我明天如果还是这个，你说真心话，你想滑吗？也还好呢，我没有特别在练什么。滑行是还好，我就是不知道自己 pose 状况怎样，但是早就差不多了。它很缓，可以缓到我觉得我做不到。分两边的，那不是有一个阿北龙是站在那边摄影机的？哦，可以啊。阿北是哪？对啊，那是好角度。但你要滑这边哦。我要滑右边那边，右边那边比较均匀。对，偏右边的。对啊。因为阿北就站在那边录啊，我觉得那边应该是好的录影的。那些高速小时都滑，又只跨这边就连续在滑。我就去阿伯那里等你，给你两次机会好了，一次这样没录嘛，那你就戴着手套啊，戴着手套就不收这些使唤啊。啊，你开始录了，就没办法戴手套了。因为我会在那边缩放，因为我一开始会帮你放大的，然后缓的渐渐缩小，你越近会缩小，所以手是要放在外面。不管买哪一排的那种可以触控，待久了被洗了就坏了。洗了。洗一洗就坏了。我不管买哪一排，就是就算去买 North Face 也贵，你敢这样还是坏？哦。你说触控手套？嗯。就是手指挖一个洞比较好，它就很触控。哎，你怎么都没有戴那个雅虎那个露指手套？它不暖，完全不暖。有新歌哎，他的歌词，他这首歌都太快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谁的？我连看着都不一定看得完。谁的？这个啊，皮克丹。其实也很喜欢他们歌的，但是就没有想要去加，我连他们唱片都没买，怎么会？我该不会去加他们 FC？ 有可能，还是沿着边边。
那个这个坡本来就很好啊。那我刚录错了。你有录错吗？我是录上面啊。上面跟下，我以为你有继续录。你往下，我有继续录啊。那就 OK 啦。但是那这样就是背影啊。没有啊，你没有啊，因为你在这里录的话，只能录到你那一段。你录得到，只能录得到这一段。哦，你是说要站在这里？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好，走。好像这片坡比较斜，比较这片比较。Thank you.
喝。有点，有点。我的右手有一个那种翘起来的那个，我觉得我刚刚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，所以我肯定我刚刚录到的有右手翘起来。好，那你要弄一下。还是哈，我要开始练那个，我要叉着腰好了，我把棒棒抓着，然后插在腰上，这样子滑。你现在滑这种奇怪的姿势。没有，那是练习的姿势。我要知道我练习有没有做对。如果我练习的姿势有做对的话，我就之后我就一直做练习姿势，不要在那边只做脚那样，那还不够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的我的姿势还没有厉害到说不做练习姿势就能矫正，所以我应该要用上课用的那种姿势，先强迫训练。好，这次我用叉腰，我用叉腰滑法，是从头到尾都叉腰呢，还是左右轮流叉腰呢？哎，从头到尾叉腰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棒棒要放哪里。这个是马来乱搞的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下缆车自己往右走。他上得去吗？他上得去吗？上不去。这是巡逻的吗？不是啊，他也推两下，他要滑分线。退了三下，怎么没有很陷下去啊？有有哎，他有一次只能滑一只脚，两只脚没有那么陡到可以两只脚。他
选的路径很平，对，他过得来，他可能刚尿他上去。对啊，从这里就抽下了。这样去上厕所，我们在外面等就好。好。那就那板子先放在售票旁边。板子，好啊，好啊。那就有价值。嗯，最近的。要飞一趟哦。嗯。啊。OK 的了。对哈、哦。2400。两张2400变烧鹅山，好像好也蛮厉害的。只是。要有时间去啊。我是很想去志贺啊。六日去就不用停下了，只是人多。但是去志贺的人本来就不多。六日去哦、喔，太短了，要不要三天？不要三天了。我是觉得那就去万州温泉，因为啊，去万州温泉接驳车就在新景泽，所以三日券。哦。就这样。万州接驳车在新景泽是免费的吗、啊？不是。应该是免费的。哦，然后就。是免费的吗？但是他万一也送万州温泉是王子的，王子的，他万一也送学票呢？还是你不住他？万州温泉有王子的 hotel 有两个，一个叫直接就只叫万州温泉，嗯，然后只叫万州温泉的那个也是王子的，嗯，是旧，你就把它想成旧王子，嗯，新王子就是王子万州温泉，嗯，就新的，然后他们离雪场，新的离雪场近。旧的离雪场远，嗯，对。那我的重点是，万一住了，他就送学票了。应该没有吧？还是用不到。如果为了省钱，那就是住那个旧的，然后雪场可能要走一小段路。会，对，可能会很烂。大概就跟你停车场走过来那种感觉差不多。那还好，那这样就比较远了。远啊，因为如果是王子万州温泉的话。ski ski 啊，有一点，有点像，它的缆车就是你走出门口去坐它的缆车这样。可以啊，用得掉就好。想办法，一定是有可以用的啦。可以啊，就喜欢去到处看风景或者是不用，就是照你的说法，我还是省了800块。哦，一两天吧。我原来花8000，现在只花了7200。对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即将抵达下住那方的男生总部。应该是下面有人摔倒了，这个人是去救他的吗？多少？我就跟到中间去了，路下段。
了走了，冲去尿尿。好，我跟在你后面。啾啾自由滑。有啊，强迫训练右脚的意思。好啊，走吧走吧，我就跟在你后面看了，走。可以吗？要加个速度，冲啊！要吗？好，直直走，直板了、啊。暂停，暂停，停太前面了。啊？不见，你说要开走了？那就是开走了。那明天可能他可以开吧？还是他要只开下午？你要后退一点，不要再前进了，后退，后退。好，就这样子，不要再后退了。好。就这样，预备，三一，好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走了。好像昨天我拍过了。有啊，那我拍一张。那就开走了。我视力不好。但是那些学生还是得这样爬这边回来，那些学生爬上去很累。哎，听到声音没有？可是那是发车声呢。好，走啊走啊走啊。哎，缆车啊。可是噔噔噔不是发车声吗？现在应该是要着陆啊，现在是要进站啊。噔噔噔噔噔，就停下来了吗？还是他又要丢回来了？他又觉得风太大，就丢回去。
一点，十二公，十二公。应该不行吧？可以洗热水了，洗手洗手。这里没有吗？有了，这里有了。